来玩这款游戏《神宫守护者》。你就是新来的弓箭手妹。没错，我是一个真正的弓箭手。反正，哎，技能。你只要透过点击敌人的位置就行了。你看，下方技能是一样，点了技能再点敌人。哎，你想偷袭我吗？这个弓箭手的伙伴如果更丰富一点，应该会挺好玩的。那我们往后期再看看。哦。抽到其他的角色卡了，解锁。这样我有两位了，副官了啊！一二三四五，总共可以插五位角色了，主角两名，副官两名，援军两个相同技能可以合成一个强化技能啊。三个技能大招、啊、哦，大招哎、欸！哎呀，这战斗胜利的那个声音，整个落掉了，都没有什么其他胜利音乐吗？他战斗胜利的那种声音，就是一般垃圾游戏啊才会有的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款有品质的火箭，两合成的，太佛心了。那我可以把主角换掉吗？哎，我有两位耶，圣诞小鹿，还有这位小红帽耶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这些还不能换啊，来来来，懒得都下去吧，懒得都滚下去吧，薇娅妹子非常好，我的女子队已经出现了、哦，还有现在这里还有什么？啊、哦，这是香港开发的游戏吗？至尊卡包抽一个，他们给两个垃圾、欸，哭啊，啊。工会训练挑战模式，来邮箱，嗯，开服奖励嘛，不怎么样，隔天送鹰眼呢，应该是不要吧，我们选择这个就好了。我现在两位妹子哎，圣诞小鹿。这个是什么？上面那个热气球，我没法射它、啊。下方那个技能啊，先不用急着按了、啊，我是觉得等 BOSS 来再说，因为你要合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处理掉了就不用按了、啊。你看，我有一个三级技能啊、哦。两只小猪欸。我现在赢了、欸，他不是没有 boss 啊，抽卡，他怎么导演到抽卡去了？好啦，再抽啦。哎，刚刚抽到碎片而已吧，普通卡。欸、碎片再加碎片是不是啊？对啦，它还能变强，以卡吃卡的游戏啊，太无情了。免费解锁，如果在观看视频还能再送它、欸，所以
这个圣诞小路的广告是绝对要看的，是不是？右上方的是 VIP， 是谁啊？这感觉还不错，这个女的，还有后裔成吉思汗嘞。不过他的 VIP 不知道会不会直接送，不知道会不会直接送点数啊？橘橘猪，九只猪都飞出去了。我看一下超强的猪，超强的猪，秀一下，来了，哎。他变成仙人掌了，沙小。接下来哦，还有两关会遇到 BOSS 哦。来吧，赶快把它解决掉，打到 BOSS 就杀青了哦。爆头，看能不能爆你的头。哎，打到头，输出是不是有加强啊？跟打到头啊，因为是它是地面的嘛，突出攻击，突出攻击，好啦 ，BOSS 关了。好啦，地面跟空中单位，我的伤害都有提升了哦。这是 BOSS 关嘛？那我要累积好的技能。哇，好硬哦！他这个血量三条哎。仙人掌是 BOSS 关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靠腰，我把仙人掌丢出去了，我想说要结束了。BOSS 来了，哦，大招，哇，那个大招打下去超痛的，死在猪猪底下不亏啊。SS 级角色，哇！然后就要看广告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碎片了。好，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